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周旭、汤唯回归，杨幂这把把平。今年的待播剧很养眼，文剧新剧库 LW 来源卫视资源速递。2017年爆款大剧受益于演员的同时，也在反馈演员，进一步拉动了演员的国民度，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得益于2017年电视剧市场的繁荣。新的一年开始了，2018年的电视剧市场可谓是争奇斗艳，大花小花齐发力小荧屏。周迅、汤唯的实力派的回归的同时，杨幂、赵丽颖、唐嫣、郑爽等当红小花则持续霸屏，实力派女演员转战小荧屏。第一选择均是古装大女主剧，一方面这类剧目要求女主角挑大梁，可发挥的空间更大，同时给观众的印象也更为深刻。当红小花们的待播剧目在题材上更为多样，标配是一部古装剧、年代剧加一部现代剧，这样可以吸引到所有年龄层的电视观众，另外也可以通过角色差异性展现自己的演技。迪丽热巴烈火如歌，类型古装言情电视剧，主创团队梁盛泉、李伟基执导，周渝民、迪丽热巴、张彬彬主演，出品公司嘉兴传媒、 SMB 上市影业、完美世界影视、曼陀罗影视传媒。简介：该剧改编自明晓溪的同名小说，讲述火焰般纯真活泼的女孩如歌是烈火山庄的继承人，19年前的尘封往事将她卷入漩涡之中的故事。迪丽热巴1001夜，类型都市情感剧，主创团队金沙指导，迪丽热巴、邓伦领衔主演，出品公司曼陀罗影视传媒、嘉兴传媒。简介：该剧讲述了007和白海因为一场机缘巧合的事故而碰撞出的一个真爱故事。捏泥黄泉一天下，类型古装传奇剧，主创团队沈岩、刘海波联合指导，陈坤、捏泥、赵立新、倪大红、袁弘领衔主演，出品公司新迪迦影视、东山影业、好麦文化、中文在线、新影联文化。简介：该剧讲述了天圣王朝逆境皇子名义和前朝皇族以孤峰之为之间步步为营，一局权谋天下，博一场爱恨起伏的宫廷权谋故事。刘亦菲、南烟斋笔录，类型民国传奇剧，主创团队刘亦菲和井柏然等联袂主演，出品公司上海剧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简介：该剧讲述了都市白领他们在事业与爱情皆遭遇重创后，回到老家休假疗伤期间，发现一本残旧的书稿的故事。杨幂谈判官，类型都市情感剧，主创团队刘一志指导，杨幂、黄子韬主演，出品公司巨星文化和顿旗下。简介：该剧讲述了高级谈判官童威与美国社会隐匿而富裕的华人世家继承人谢小飞因原相识相爱的情感故事。杨幂、扶摇，类型古装女性励志电视剧，主创团队杨文君、谢哥和李蔡联合指导，杨幂、阮经天、高伟光、刘奕君等联袂主演，出品公司柠檬影业、柠檬月星、腾讯视频。简介：该剧讲述扶摇为姐上古女虫封印，踏上五洲历险之路，在此过程中与长孙无忌相识相爱的传奇经历。待拍剧曾少年、赵丽颖、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类型古代社会家庭题材电视剧，主创团队侯洪亮制片，张开洲执导，赵丽颖、冯绍峰等主演，出品公司正午阳光。简介：该剧改编自关心泽的同名小说，通过北宋官宦家庭少女明兰的成长、爱情、婚姻故事，展开了一幅由闺阁少女到侯门主母的生活画卷，讲述一个家宅的形容，古代礼教制度下的女性奋斗传奇。赵丽颖、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类型现代职场时装剧，主创团队张峰执导，赵丽颖、金汉、于浩明、
曹希文等主演，出品公司光彩影业、玉佳影视、杭州巨鲸、日恒影业、阅文集团、永乐影视。简介：该剧改编自丁墨同名小说，讲述了创业碰壁的都市白领林浅邂逅，因家族企业遇到经营困境，而临危受命成为总裁的励志成，两人互相扶持，共同成长，最终让企业走向国际，并在过程中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刘诗诗，如果可以这样爱，类型：现代职场时装剧，主创团队：王雷执导，佟大为、刘诗诗、宝剑锋等联袂主演，出品公司：东阳青玉传媒、北京同源明星文化、北京紫金联盟。简介：根据千寻千寻同名小说改编的现代都市情感剧，该剧主要讲述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国际钢琴家耿墨池和肆意洒脱的电台主播白考儿之间的爱恨情仇。唐嫣，时间都知道。类型：都市情感剧。主创团队：钟书家执导，唐嫣、窦骁、杨烁领衔主演。出品公司：上海好故事影视有限公司、风景传媒。简介：该剧改编自随侯珠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次意外让31岁的石简畅睡不醒，梦境中的石简回到了大学时代，重遇未来的丈夫叶嘉诚的故事。唐嫣，归去来。类型：现代情感励志电视剧。主创团队：刘江指导，唐嫣、罗晋的联袂主演。出品公司：完美影视。简介：该剧讲述了萧晴、舒澈、妙莹、明妮、诚然和绿卡等人因为家庭、理想、爱情等种种原因相聚美国，成为藤校精英后，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步步完成蜕变的故事。郑爽，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类型：都市情感剧。主创团队：余翠华、郭谷联合执导，莫宝非宝编剧，罗晋、郑爽等主演。出品公司：华瑟克顿传媒新天地工作室。简介：该剧改编自唐家三傻同名字专题小说，讲述了长工和木子20年相知相爱相伴的情感点滴，以及长工从行业新贵摔到尘埃，最后找到人生的路，最后成为作家富豪榜榜首的成长历程。郑爽，悲伤逆流成河。类型：青春励志剧。主创团队：林红光执导，马天宇、郑爽、柴碧云、朱颜万子等主演。出品公司：上海新迪嘉影视有限公司。简介：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青春励志剧，该剧主要讲述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齐明和易遥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故事。剧改编较之以往大有不同，不仅在角色设定上很有突破性，还将剧情改为暖心路线。郑爽，绝密者。类型：谍战动作剧。主创团队：王雷执导，佟大为、郑爽领衔主演。简介：该剧讲述了1938年底云诡波谲的伪马州，各方势力残酷博弈的故事。杨颖，创业时代。类型：互联网创业题材剧。主创团队：阿健执导，黄轩、Angelababy 领衔主演，王耀庆特别出演。出品公司：华策影视。简介：该剧改编自扶摇同名小说，讲述了软件工程师郭新年一研发手机软件磨合，走上创业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与同行竞争、邂逅投资分析师纳兰生活爱情的故事。杨颖，欲望之城。类型：都市伦理情感剧。主创团队：刘静指导，吴秀波、杨颖、任重和蒋勤勤的联袂主演，陈道明特别出演。出品公司：新力传媒。简介：该剧讲述了江明华因为林立彻底走出焦虑抑郁的阴霾，重新燃起生活热情的故事。陈乔恩，独孤皇后。类型：女性古装励志剧。主创团队：张孝正执导，陈乔恩、陈晓、七季、海陆等联袂主演。出品公司：华策影视。简介：该剧讲述了在朝代更迭之下，独孤伽罗与隋文帝杨坚夫妻比肩开辟乱世，创下了一夫一妻制度的先河和享誉后世的开皇之治的传奇故事。陈乔恩，壮志高飞。类型：
高燃青春励志航空剧，主创团队蔡金盛、李宏宇、李文顺联合执导，陈乔恩、郑恺、朱子骁、吕一、胡兵、赵子琪等领衔主演。出品公司环亚影视、完美世界影视。简介：该剧讲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因共同的蓝天梦在航空港中相遇，经历了友情考验、爱情冲击、严格考核，最终成为高端优秀航空专业人员的故事。所以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类型：现代情感剧。主创团队：刘俊杰执导，钟汉良、马天宇分一领衔主演。出品公司蜜桃影业。简介：该剧是根据乐小米同名现代言情小说改编，讲述了江生与程天佑、梁生之间百转千回的故事。所以人生若如初相见。类型：年代剧。主创团队：何树培执导，韩东君、孙一、薛正熙、方中信等主演。出品公司完美时空、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介：该剧由贾东岩、武瑶担任编剧，讲述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之时，未完成母亲遗愿入父亲官复原职的儿与江左巡阅使的三公子，一连串结婚的情丧之间的爱恨纠葛。张天爱，舞动乾坤。类型：古装玄幻武侠剧。主创团队：张黎执导，杨洋、张天爱、吴尊、王立坤领衔主演。出品公司深蓝影业、优酷、北京世纪伙伴文化、月泰影视、月恩集团。简介：该剧改编自天才土豆的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小镇家族中不受宠的边缘子弟林豆经历无数艰难险阻，一步步战胜奸邪恶人，最终蜕变成长辈就是大英雄，并收获爱情和友情的热血励志故事。张天爱，爱情进化论。类型：当代都市题材剧。主创团队：安竹坚执导，张天爱、张若昀、许魏洲领衔主演。出品公司新力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简介：讲述了正步入青熟阶段的职场新女性艾若曼与心灵善良的好友路飞，在分别面对遍布阿气的错综生活下，相互陪伴，重新认知自己，完成自我进化的成长故事。周迅如意传未定档。类型：古装宫斗剧。主创团队：黄俊执导，周迅、霍建华、张君林、董洁、辛芷蕾等领衔主演。出品公司新力传媒。简介：该剧改编自刘烈子小说《后宫如懿传》，讲述了乌拉那拉如懿与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宫廷里演绎了一段从恩爱上直到迷失破灭的婚姻历程的故事。唐伟，大明皇妃未定档。类型：古装宫廷剧。主创团队：张挺执导，有汤唯、朱亚文领衔主演，张艺兴、乔振宇、邓家佳、于浩明等主演。出品公司优酷、好酷影视、如意影业、月泰影视、吉祥影房。简介：该剧改编自连静主义的小说《六朝纪事》，讲述了屹立后宫50年独得帝爱的王后孙若薇的故事。范冰冰、包青传未定档。类型：古装传奇。主创团队：高义勋执导，范冰冰、高云翔、严屹宽、马苏、张国立、郭品超领衔主演。出品公司唐的影视、优酷、爱美神影业、恒大影视等联合出品。简介：该剧讲述了战国末期83姐妹在家道中落被贵族驱逐后，八经意外卷入了咸阳宫政治漩涡中，以弱女子之身一步步走入大秦上层，最终成就传奇人生的故事。随着这两年电视剧市场的繁荣，资本的大量介入，促进了越来越多优质剧集的产出，制作团队为拍出优质作品会邀请更多实力派演员投身小荧屏，这必将对目前的电视演员群体形成刺激，同时也让观众的选择更为多样。看了这么多当红女演员的待播剧目，大花小花的小荧屏之争，你更支持哪一位的作品呢？